你想不想买我房子？谁要买你的房子啊？我会降价，降到一个你想象不到的数字。这种状况，我以前小时候叫扛豆，扛豆子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我们小时候，不好意思，这个是贵的。还有知道的，不用，现在你看，哎，导演这样就可以了。你们肯叫导演，我就改心怀感激了。对，你们肯叫我一声导演，我真的心怀感激。你不要，下次不要开导我说，哎，那个，哎，谁敢啊？那膝盖你干嘛裂的？你要跪在地上，膝盖被砍爆，是不是？茉莉，好，茉乌木，茉莉，帕日，肩膀是饺子，所以他这首歌是这样的由来。帕日。